好黄啊，这里。西西能拍到你哦。哎呀，完了完了，我得试试替这些人挡镜头。我的手好大，可以挡到好多人。怎么会这样？那我这直播不是累死了？这谁的青椒啊？怎么会这样？这谁的黄瓜能吃不？好饿。应该是道具吧，应该是道具吧，肯定是道具。我好黑呀、啊。你刚刚那个支架不行吗？最近不让我干了，超没有伞，好看啊！可以了，这样可以了。看不到我的脸。嗯。谢谢你的号，开始了已经，我们都开始了。好看，好看，知道吗？嗯，真的吗？嗯，就是 T 味十足嘛，只能这么说了。远凤兰，嗯，远凤兰比这要浅一点感觉，但是这个发梢修的我很舒服，你知道吧？有没有那种一刀剪的感觉吗？不剃，哦。现在这个红屏显得这个特效很渺小啊！好饿，我去看个电视。截个图，好，给你截个图，剪头发吧。接下来要欣赏这些美眉的舞姿了。美眉，美啊，川妹，川妹，好恶心，川妹出面了。这个架子帮帮我，帮帮我这样子。他这个架子呢？哦，形式是这样的。确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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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高了。这边的好的，转错了。哦，是这样。哎，是这样。今天要换一个，我们跳的换个音乐的话。那我们要站位吗？我们就是要站位的话，普通的团建啦，我们随机，也没有随机的，随便挑了两首歌放放跳跳。好，开始了。有请我们的小五哥哥主持。不是很近。Music， 好，下一位。表演人员吴小慧、张希文。
张子怡谢谢你们的场，超级大光师了。下面张子怡等待我们的演员正在准备了，我来试试是大马尾。我让这个买新手机。就是我感觉我当初，但你要不要看张子怡？而且张马尾好搞笑。哇溜！我像不像不像你那个玩具？小刘，像不像你那个玩具？我有点像老刘那个粉色头发那个玩具，你知道吗？他的玩具。好了，我们的沙漏演员就位了。谢谢我这么学生的。可以帮助我其他的演员就位。亮嘴。跑去境外了，可以关注，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敷衍，在观看演出的同时，没有什么比赛。不是不是，我欢迎观众胡小慧，他自己的公演。在观看，反正可以停了，可以停了。我劝你这个美颜不要不需要讲了，谢谢大家。我是 FM 超电，不用了。我不用，好大啊，这个显得好大。不能放大吗？好想放大了，好想放大。对的，迟到扣工资。这防盗版没有什么用，完全没有用。把它往上调一下。噔噔噔！哎，他们都放的好低啊！好，这样吧。好。对，是反的。因为镜子看就是反的。你们镜像了没有啊？没有，一定要镜像了。为什么要镜像？因为他们看后面是这个是反的。哦，我们得统一。但是镜像了我好难受啊。我看一下不舒服。啊，等一下，你们看，你们看是84H 就是对的。对，你刚看不透镜像有吗？没有。都行。有，没有。有哦，那就是我看了，我已经习惯了，因为每次扣五就是这样的。这样是对的，如果反过来的话我们就会难受，反过来的话就整个镜头反过来了。嗯，那怎么样看还有没有问题？昌妹这个好吓人啊，连下来他们都没有预镜吗？好吧，昌妹的直播间好吓人啊。给他表演啊，我本来是从三楼移到这里，要不然我们怎么回去。下面的直播间没有美颜，我不去了，我回来了。我回去了，我上楼搬了好多东西。天哪，这边的朋友大家好。你们都没有音箱吗？衣服不是猫毛，你们都没有被绑着呀。
是不是大家都以为是猫毛？川妹，你的镜头好吓人啊！你的镜头没有美颜、啊，镜头没有美颜，我从不开美颜，我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女孩。怎么开？教我一下。来、哎，你们都没印象吗？教我怎么开了呢？你们俩都没印象吗？哦，有一个在失恋了。你早说，有我的脸知道了。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你们也能听到，只要啊，你开了，你开了的。哦，已经开了。那感觉真的差呀、啊！因为我开了小频道了。好吧。啊。在哪里开的？这里面又不能连这个。它这里没有。哦，好。他自己开的，他每次自己会开很多。长眉，长眉刘海儿，刘海发了。长眉，你的蓝色变成绿色了。明明就变黑了。哎，你蓝，你蓝是不是我要的远程蓝吗？你蓝，你蓝。谢谢你的支持，拜拜。就很真实，我不开滤镜美颜，好的，结果开了滤镜。你是不是给我开了滤镜？不信我，不信我。他不要这个狗滤镜。没有，我没有。好，关掉。因为我觉得这个滤镜很丑。有人说我开了大头特效，你滚了！刘杰才开了大头特效，我把它摁回去。那就用手机好了。好吧，我扎我手机好了。那我扎高马尾了，兄弟们。我要扎高马尾的话，我就是老刘的那个玩具。哦，我知道了，他是这样。老刘那个玩具就这样。嗯，就是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再在一起，要不然的话场面声音太大了。我把我的衣服拿过来的，然后我今天充电那里放。大姐，我可能没有，你去拿掉我的衣服。因为手机叫我爸爸。那个小衣服不是在那的吗？后面有充电箱。充电箱吗？这没电了，它有线吗？没电了。有线吗？没有电。边充边转，放不了。边充边。我的天，那就拿手机放吧。好嘚儿啊！好嘚儿，他们挺好了。我真的好像老刘那个玩具啊，怎么会这样？老刘玩具长这样，老刘玩具就是这样式的。来来来，别人来了，别人来了，别人来了。啊？走。嗯，再弄一下呗。我懂。我一个人搞不来，你别动啊！插死你的背在我的直播间里！故意的。那边也好，故意的。好起来，好起来。大家觉得好，我真的很像巴啦啦小魔仙呢。你有点太自我认知太高了。好，来吧。你看游乐完了。好，游乐完了。好，有了。请欣赏第一首歌曲。又来了。沙漏。大家说话了。大家说话。表演者：小包、小西、小瑞杰。小瑞杰，快！干嘛呀？我在旁边。我哥哭了。不是你是那边吗？哦，那我移一下。我劝你不要不瞎聊话。刚看到我手机。长眉完美的挡住了我的进展，你去那边嘛，不就好了吗？你人去那边，我人会挡他们，挡不住啊，挡不住啊，就刚好看，你去那边，手机的那边，要挡住他们，挡不住啊！现在表演的人都不要在这里了，行不行？因为您说话不听话，可以吧？可以，可以吧？还要拍一下，玩游戏的人这样子过来的啊？就是说话就放音乐了。我觉得应该找一个有音箱的房间放。那大家帮我搬一下。走走走走走走，怎么会这样？等一下啊，松雷蒙换方向。他就是连一下，他连一下都比较慢。是老弟手好难啊，是我的早餐。要不然怎么也不行？主要是角度。那去那边，那边先试一下。那边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需要那个。我们要走了。哎呀，好酷，好酷啊！怎么了？已经就是飞翔了呗？就是。嗯。
怎么会这样？这个画风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不行了，我不行了，马尾太高了吗？其实我马尾是正常高度，我感觉。哪里很高？怎么？我跟在最后面嘛，因为我是最晚那什么的。我这里被染黑了吗？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我的。嗯，我卡不卡呀？我都没有切 WiFi 耶。我卡好，那太好了。我要把它粘在这边啊。嗯，还是粘到那边吧。在发带吗？好酷啊！我这个头像太好看了，我这你知道我会感，你会感觉我告诉你，怎么这个头是这样的？我把你放下。兄弟，麻烦你下去一点。你看，最近怎么了？你看，他在那边，是吧？什么？我觉得我们人不能在这个旁边，我们要把鱼眼见得。对，要从哪儿去？去那边吧，你去那边。不然我拍不起来舞台。我们走吧，我们都走吧，怎么样？他们还有看镜子，还可以看一下对方的那个什么。我在这边下面那边。那我们走，我们走去另外一个房间先玩吧。走吧，我也这么想的，让他们先跳着。那你们先跳着。兄弟们，我们去别的地方玩会儿啊。玩耍。我先播，应该可以。我奔波了，我都累了，太好睡了。哦，宝宝们。又来了又来了，但是没有人跟他们喊话呀。我们去隔壁嘛，跳大神，他不真跳大神吗？我们感觉得会吵到人家。哦，咦，跳起来？不是，他应该是不是？这个门坏了好像，那没坏，他只是那个皮下来了。就是这个铁的，看到没？铁的皮下来了，快跑快跑！哎，叉妹呢？只有一个正常的人。哎呀！你要把幸福大房打好，这就幸福大房。哎，我是不是太低了？没关系，打我没关系。你再高一点。哎，兄弟，这里高点好。来，花。好累呀、啊！因为我去交皮粉，记得吗？不要这玩意儿，不要这点脸。记得吗？他俩说他粉底纸，粉底纸吧？怎么了？怎么了？没插电，没插电。桌子都是粉色的吗？好累，不够粉。不知道，还没开始呢，你就不行了，已经。我已经疲惫了。把调整有点难受。一拳砸到你没有？对，没有麦。哦，插你！没有，有没有小麦？刻在我心里的名字。你这是什么？兵马俑发型是吗？不是，不，拉拉呢？拉什么拳？拉拉呢？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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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觉得这衣服他们以为是毛毛，其实不是。他们一直在说那毛毛能不能摘。其实这是我们姐姐买的新款潮服，这厦门遍地开花的一个品牌。五家对不对？不止五家，我觉得得有八家。但是我好喜欢他们家的 T 哦。你说人还是都是？不让我们排，就是我们就是那种什么。
我没有办法上舞台的那种练习生，人家隔壁在开演唱会，我们只在后台。我们是一个备用生。漏漏漏漏漏咒咒咒咒，我们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压轴。你知道吗？我新学的词压轴是倒数第二首。是啊，那倒数第一首算什么呀？就是最后一首。就是大师王，来一个，来一个，他要是三块五就是大师王，我就整一三块。万一大师呢？大师王，大师王，没事，大师在，我以为你是大师。你听我说，两个大师，刘仁是大师。来，我们开场前，你就是简单的问一下，是大师，然后沟通一下感情，然后也没有别的大师，然后本职就是大师。开始，帮我看一下吧。好低级哦，感觉自己好沙龙，真的不能哪儿去，怎么不吃东西吗？还不如呢，三十多种，新也新鲜，广东人吃的。可是我的王已经不了，这个教室王还是通常老师上来就是大师王，老师跟我都不是王，对他们就是这个王，我知道呀，他把那个事儿绝对是一个小伙子，他老板哇，那个晚上喝他们的如果我自己滴水不沾，好了我这个，我这个毛，我这个毛好倔强的，啊，他已经回不来了。我因为他是夹了那个电话根的，他夹错了方向。真的吗？嗯。我是不是超快？没有发呆，没有发呆。我扣扣疯了，我觉得你疯了。嗯。你什么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我是哥。玩点什么？嗯、我这发型多少有点嘚儿。没视频。他不是那儿三十。你怎么这么白啊？你为什么这么白？我给你买点什么小游戏。他只能识别一个人，是不是？我俩差不多呀。我离开他的直播间。你能玩点啥？不然好干嘛？让他不如回房间直播去，我还能坐下。就是。你把我这个体能，哇，这个打光的耶。不是我的体能就是吧，不适合待在这个地方。我们玩点什么呢？玩吧，来吧，就玩这个。来，我来。什么？我怎么知道？玩什么？玩你爸爸。玩谁爸爸呀？什么叫玩你爸爸？不知道。确定不玩？谁输了就退一只腿。啊？这真是一个游戏，兄弟们！为什么叫游戏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游戏呢？不玩！怎么叫游戏啊？不干！不操作！这个游戏啊！啊！还要五体投地，还是要磕头啊？我玩不起。加拍档那天。
有一天就是这样的。哎，对，当天一整天，就他一整天都是这样。怎么了嘛？你怎么的状态不是吗？哎，你今天模仿完了，我都不知道是谁，结果是我自己。好，我给你。嗯，来，陈昌决赛，来决赛圈，你们俩不要输球，你们俩可是那么爱玩。我们新疆的没有输不起，跟你说，就小波儿、小圈儿。节目啊，我去给你们预告。是你的节目吗？毛给啊，毛给啊。嗯。是游戏吗？好。是游戏，走吧。是游戏，走吧。在这儿玩吗？哎，我这个好方便啊，我这走哪儿盯哪儿。发现了上次小刚借我的那个，我忘记拿过了。哇，还画格子啊！这是游戏。哇，小哥哥好专业。小哥是什么游戏啊？小哥，不不不不。哎呀，对呀，就等一下，不是不是。干嘛？这个是你们看我的流程啊，一二三四，搞一下，好。Round down，看 round down。Round down 呢？然后要给他站。有糖吗？有糖。有水吗？小王说的弹古筝。我应该蹭蹭蹭蹭。是也不能提前，因为这桌子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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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恩。报什么糖？我们还不是钱吗？呸！我们是糖，钱到忧伤。啊，我知道了，我们五个。谢谢。一二三四，那再来一个。这边不要了，这个怎么平均的呀？不需要平均，只要格子一样的就是。这是扔水瓶，现在那个水大家要拿来。水这样扔吗？倒着扔吗？哎呀，完蛋了，没事，我们可以就地入库。太穷了吧？穷了。一二三四五，好，那只能这样了，那只能这个不要了。就是要四个这样子，四个这样子，四个这样子的，然后四个人 PK。那你得往下的四个，就这个菜吧。好好好好。哦，把那四瓶水拿来。你帮，那你帮我拿点东西。不需要瓶，不需要瓶，格子一样的。这根儿就格子一样。这三根要这样。像水。水我喝完了已经，给他倒点，好像是要让他倒，让到格子里。
对，不是不是不是这样是吗？就是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样我先该我自己了。对对，您再多用就好了。你在这个再用一瓶不行吗？嗯，不行，我不行。怎么玩呢？这是我看到的，再喝一点，你喝一点点。你他的我也多了，你都可以，可以这样。好，然后呢，我先看这样子的，一二三四，三四个人，然后这样子，手这如果中间就用一个小指头头来代替吧。哪里是中间？中间四个。中间这个椅子，别移，别移。啊！不要动这个，不要动，不要动。中间是这个，这个小指头的就假装是这个了。就是一会儿，就是他行不行？他粘一点。哎，无所谓，就他指头的啊。现在开始，就比如说我和对面的这个人，就我们四个一起啊，我们四个一起泡。然后我泡边这个的话，我就可以往这边移一个。什么东西？我已经搞不明白了。泡成这样子，可以。上帝。就是泡成这样子才可以，泡成就是你们没玩过吗？这个游戏就是让你的水瓶儿，你先玩吧，你玩吧，你玩就行。是这样，我懂了。看谁立起来的，然后多。对，就是你，就是我们一直立，一直立，一直立。然后我先，哎，比如说我立到了，然后我就敢往这个，什么时候这个球就到了这个地方，或到这儿，或到这儿，或到这儿，这个的时候，对面的三个人就输了。这是第一个。来吧，这是中间，这是第一个，这儿两步，这儿两步，这儿对，这两步就其实那就这样玩会比较好哎，这样玩或者是四个人同时，四个人对对，来吧，去吧，参赛选手，第一轮参赛选手，你这边不是打吗？好吧，那就三个人，一二三，一二三，刚好先下三玩，三人不行，三人不行，四个人，那就两人，谁在这个方向就把他的支架放到别的地方不就好了？来，三个人吧，三个人也可以啊，反正都一样的。啊、哦、不，反正在这儿，还是要来一个，反正在这儿要。那四个人，四个人，来来来，四个人吧。我就在这边。来四个人，在这儿，反正在这儿晃。然后，其实对，可以，可以啊。没，你听懂了吗，刘哥？听懂了。还有热水呢。玩一局你就懂了。来，这边来一个，来一个。好，少一个人。玩四个，怎么的？四个，四个呀。你可以在这里，但是我会挡镜头。不是，你可以在这里站，没关系，我还拿那个就可以了。我先送，我还拿这个。拿过来吗？人站哪里都无所谓，人在哪里都无所谓，只要我们走这个小东西就好了。好的。嗯。还有一瓶水吗？哎，我的是另外一个手机呢，我应该把。就我们俩就是不吉利，给他。我现在能看到弹幕喽。晶莹剔透，不吉利。晶莹剔透。来吧。我听懂了，我听懂了。听懂了，你们没听懂吗？来吧，听懂了。来吧，我觉得在地上会方便一些，在桌上感觉总感觉不好使劲儿。但地上我们的姿态比较丑陋。也都行，无所谓，在哪儿都行。来吧，来吧，但是其实应该再多喝点，要不然很难做这个。来吧，三二一，这看，开始的话，我失败。啊，我们再喝点吧，因为要我们要不再喝点吧，你觉得怎么样？我就要撤下去，看不住了，我看比个比划。都喝到这儿，大概感受。今天晚上的。哎，算了，我再喝点，我不管你们了，再喝点。哇，这红脸马越拎出来。你拿瓶盖啊，拿瓶盖啊。不是，再喝点好弄。我在下面再来。对对对，最起码有三分之一以下才好，才好立。哎，我再喝点，你帮我喝点，回不来了，喝饱了我。哎呀，可以可以，我不管，你们再喝点。我不是要在这一直喝水吧，兄弟们？你们姿势不对，那这样子，哎哎，就能立起来，你懂我吗？拿着瓶盖啊，拿着瓶盖是吧？对对对，然后温柔高一点。试一下，试一下，对对对，真的立了，有谁有谁，懂了吧？哎，不要往这里走，一哥，拿瓶盖，拿瓶盖，我可以吗？拿瓶盖，真的是我他的那边走，拿瓶盖，不拿瓶屁股，只要出那个你就输了，你往前走呀，好厉害，拿瓶盖人，不能，你往后走，走到你这边你就小豹纹啊，拿瓶盖，我来来。对，这样就能立起来了。已经开始玩了，好着急啊！说呢，说开始了，快点呢。没关系，还有反驳的机会。你看，水都没倒完呢，不是没水吗？
你画糊涂。可以了，可以可以。那从头开始嘛，要不？那你往这边走。我们按顺序走位。不是不是，他就是一直弄。在规定时间内，但你得说在规定时间。不用规定时间内，不用规定时间内，什么时候这个出去了，他就出了。就得说所有人都同时开始。但是我说他已经开始了，他已经开始了。好，那重新开始好吧，重新开始好吧。你们在地上立，地上比较好立。开始，他说他在地上立嘛。来吧，三二一。小包。开始了。开始了。瓶盖，用瓶盖立，对，用瓶盖立就可以立起来了。在挑战今天四个题。你玩吗？有啊。在地上好立，在地上好立。我刚才成功。哎，好，就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了。哎，是你吗？不是，一二三，老刘，你参赛了吗？好，刘哥加油。我意思说你怎么不玩？因为你们已经开始那么久了，没关系，我们重新开始了，已经，我们又重新开始了。小面鱼都不了，我控制不了了，兄弟们，我要跑了。嗯，这个没有镜面，等一下。已经开始了，我是往那边老刘走一个，老刘再走了一个。这个巨匠的忙。谢谢起名字，真的，光光，只有这个。回家唱歌吗？我还没有跳完舞呢，我答应了他跳的。不学，不学，这也不学。干杯，好吧。
来，为了我们有一张单，慢慢吃，慢慢吃，好辣，好辣！哭吧，你最好哭出来，不然我再吃的好有仪式感。我吃一点，我真的是，哎，好二啊，这根土耳其球毛，对哦，怎么还在长头发？哎，我一会儿，哎，你们有扇子吗？他很厉害的，我这样过了。我扎的马尾扎的很舒服，扎的马尾很肆无忌惮。二西老乔，你咋记得？我问你，我怎么办？很迷茫。反正你姐就算扎不住我的话，你也要跟我说。不，吃饭不吃蒜香味儿重，是的，吃面不吃蒜香味儿重。你没有看舞呢，还是我们去有情人？我们要跳红叶了，太伤人了，我帮你，太伤人了。你会跳三人跳吗？太伤人了，太突然了吧？因为你看我这么突然，就是个大扇，不行，我最会预言，预言完了，预言我都红叶过了，走了。那不行，有几个人跳。哦，空大爷跳舞，那我自己跑啦。怎么一直都属于这个奔波的状态？这个毛好倔强，没有风的时候它是，没有风它也是这样的。哇，好亮啊这儿，好吓人啊，好白。等会儿会叫的吧，应该。睡一觉就好了，想去睡觉了，确实啊。还好我的设备比较简单。好吓人啊，这里的光。汤米。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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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久了。你得去听听。
啊，好累啊，这首歌。好累啊，这首歌。越唱越像。又是我，这发型乱了。我感觉怎么样？我真的，我上一次跳预言好像是四五个月以前了吧？这个倔强的毛是去年了。完了，又来了一副倔强的毛。猜猜下面的游戏是什么？是游戏吗？哦，是游戏啊。猜猜是游戏。呆呆毛，为什么呢？你能听话一点，贴在脸上好吗？这个袜子你推荐？是什么？这什么？袜子？没有啊，袜子了，我拆下来的吧。好，就他们三个的桌子，还是要桌子。好的。是把他们喊过来吗？嗨，玩乒乓球啦！玩乒乓球。白涛。我来了。走吧，走。兄弟啊，玩乒乓球啦！快来快来呀，快来呀！乒乓球，我要玩乒乓球，我也想玩乒乓球了。我刚吃过饭了。嗯，为什么这个毛这么倔强？嗯。他们问有没有 MC 环节？我们等搞个 MC 环节怎么样？好啊。好啊，好啊。我感觉我没干啥，但我已经饿了。谁呀？这样子的。哦，跳盘是不是？跳盘。是这个小娃娃，你们要确定是一个对应的哪
房 ，sorry。不对吧？明明这个皇冠碗里去了。这个是我留的，这个是我的。没有。里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个手机呢 ，sorry。哇，好辣呀，算了，那我挑了一半最小最小。三个，三个，就是有一点。哪个是老刘？这是老刘的。这是我的。这是老刘的。这是老刘的。看我拿到了什么。什么？哇塞！钱，我就算里面花呀。没有床，我想这就是房子。那你们感觉能睡到吗？这个是这谁的？小五哥的，瑞杰的。哦，原来是有名字的。敖总，敖总。我转签了，转签了。兄弟们偷偷吃了一根好丑的黄瓜，好丑，好丑，真的有蒜，真的太臭了，好臭，好臭。你好看我这个那个跟你一样的，安静一样的，感觉很久的那个，感觉质量好很多，真的吗？清醒一下，多少钱？我去，真的吗？怎么了？他的这个戒指，戒指，我在他们那看到了39块钱一样的款式，这是我在拼多多几块钱买的，一样的是吗？一样的。嗯，那么不错啊。嗯，人家垫子给我们干什么？好，小五，这不是小五的，是另一个。手机上没电。我肚皮被小狼，呸，后面被小帅给抓了，我给你们看一眼。看看，有点。哎，等一下，我先自己看一眼能看吗？能看，能看。我的天啊！哎，被磨皮磨掉了，他们不会觉得我在耍流氓吗？觉得你在发烧。对。啊，但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大家都会玩金的指甲啊，但真的有。绝绝招号就是我喜欢玩的一个绝绝招，我那个真的好吃吗？哎，我来了，绝绝招，我不会的掉了。你怎么这么多？等把这个忘了，然后再好像小学那种分面粉吧，充电。绝绝招了，绝绝招了。放黄瓜上吃。小心啊，小心啊！啊，我只能点着吃啊！我只能拒绝了，拒绝我忘了。我的拜年歌曲。谁令姐姐？谁令是谁？谁令是谁？忘了名字。分哪一次？决定是令姐的英文名。哪个？哪个？我的英文名。你在说什么？不是，不是在嘲笑你啊，就是觉得很好听。会怎么吗？会让我想起来那个。小令，小公主就是这么叫。令，拒绝了，觉得最后一次拒绝。这小令，你不会是，你不会是杰伦的在里面的 CP 粉？真是啊！给自己叫 J 令，这跟小令，我刚就说我想起来这两个人，我来就想别人想起来。那这是老公啊？哎，这是你。Thank you.
帅感，刘杰有点略油，勾搭太烧，勾搭太烧，太烧了。勾搭都用这种表情漂亮。他还以为这个大卫太烧太烧。好好对我兄弟们，说一下。妈呀，都变音了！听歌，我想玩的游戏了。什么游戏？是跳高游戏。跳绳？跳高。跳高。好，这是小学最爱吧？放紧张吧。我们分组，分一下组啊。他现在入戏了，不接管他。不接管他。不要揭穿他，他现在已经进入一个角色了。他已经进入一个角色了。被帅到了啦。哎喂，你知道刘姐，你知道为什么我昨天洗的头今天就有点油了吗？因为碰到你了。没有油，不要给他造这种人设。没有没有，开玩笑，只是被帅到了，帅到俩，是帅了，冒汗，跳高，跳高，帅了冒汗，没法去流汗了，流汗了，我好，早知道呀，我头发都油了，手好，来玩游戏，我们要分组吗？还是？要分组。玩得很好吗？啊，那你这个游戏应该玩得很好。跳高很差，我知道，我会。第一关还用过吗？第一关，第一关蚂蚁都能跳过去。Yeah.
没事，是这个，是这个。Thank you.
这个就特别白，真的。为什么？我知道老师不要调妆美白，我用的是那个滤镜，给你看一眼。胶片，不是胶片。青春，你试一下。你的好好看啊，为什么我的这么丑？你的有，还有那个手机上的那个。这个是谁的？这个好看啊，这个好看。这是那个姐姐的。自己来，不来不来。好热呀！哎呦我的妈呀！小姐，肉丝，我们一定要过肉丝。我看你们跳肉丝，现场。就热吧，就热吧。今天减肥了。今天来点氛围。减肥了，减肥了。不行，上不去。减肥了，我给你来，不用，我有点上三德了，得放慢放，这个得慢放。本来上面有三德，现在也没有。三德是什么东西？三德就是太监。这给皇上那个什么的，一体同心。我会，我来。来，我来。噔噔噔噔噔噔。让我们纵情。哎，不是这个，大哥。让我们纵情在人间的道理上。哦，对。还有，刻在 DNA 里的一条。我都没有唱。哦，对。我从厦门回来。copy 一下，不要看我，叶蝶，起来了，怎么没有美颜了？被我蹭走了。真的是唯一的，他只能识别一个。是谁来着？你还有百分之多少的电？郭娜，你有百分之多少的电？那你快来吧，给你。肉丝谁的优美特哦？应该做个皮筋绑在手上，然后就可以让它转，这上面就是转。造假你这叫？这两个都是这样子的，他们表演都是这样子表演的。但这个很难弄，它就会往下掉。它就像平转的，然后就会把它甩起来。哭了，哎，你等会儿，哭了现在，哭了现在在充电，但它这个会掉，就得举着。好吧，你大家看着吗？没有重力了，还是没有办法围在这里。我们换教室了，应该隔壁有吧？老公蹲下给别人长镜去了，好累，完了，我都觉得，我们家手机摔了，你看见没？摔了，老刘好像练武之人，我去，我这个10%，一会儿如果他到10%了，他就会卡住一段，不知道一个，没有，哦，看见，我直接来了。我出汗了，我出汗了。
头绿竹是什么？好像是，啊，后面是游戏，啊，不是游戏，这还在游戏呢？什么时候游戏？跳完这个。好，不是洛日尼曼。不要放弃，我觉得。你去啊，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怎么了？来吧来吧，帮帮我，等一下我下下，姐宝帮一下我姐宝。哈，给一个来来来，把这拆了吧，你把水泥套拆了吧，我把这壳拆。我就喜欢。怎么加没了？怎么加就没了呢？水晶没了。哎，我们后面还有来吧。我来演，我有点羞涩嘛。关智展，什么游戏啊？啊，关智展，那个才是游戏。你会吗？你会，你会，会吗？我也已经用了，太累了。我嗓子真的挺怪，关着我笑的。哦，紧张呀，我屁股都酸了。可能是我腰间盘突出犯了。
个歌单。你什么时候上？我不知道。这个头衔是别人给我的。刘哥压轴了。是理发师给我的。没关系，我们可以去别人的，别人的。这个要唱吗？准备就长岁就满月。我马上就回去换。对，你去刘哥那看拳。好累，真的好累。我们还有这么个游戏还要玩。好呀，现在就行。还要玩。跳。这个吗？这个游戏。我只是卧底。只是卧底，好玩，我喜欢。我也玩，就是卧底。我们接下来要拿这一场游戏。是粉的吧？土鳖了，土鳖了，土鳖真土鳖了，不是土妹了。还有吗？谁是卧底吗？谁是卧底好玩？谁是卧底好玩？等等我，我现在回不去呢。谁是卧底好玩？给你。好、哦，怎么了？可以啊，等我玩完这个再回去嘛。你们怎么发现的？人家又我们今天不是让你今天没想打头发啊？这不是我的，这还要看一眼？好失望，哥们，真的骂我。天哪！我们要玩什么？等我回去了再管我啊。想吃炝炒肯定不敢说，因为他要说他想喝饮料，我就很期待。那帮我看一下这个，还挺麻烦的呢。要学不来我会。其实问题不是我们错。啊，我知道了，是这样子的。对，全部他说是要那你过来嘛，你都是累了。我不会，不吃你这套是吧？你刚才没说，不想喝。知道。我现在直白的就是不想喝，我不想喝。你把这两个黄色的水还有冰箱的。哦，对呀。冰箱里还有一个盒子。然后粘住，粘住它这个。你就要自己做。对，这还挺麻烦的。哦呦，这是谁的果冻呀？可以吃的呀。可以。哎呀，太好了。每个都要粘住吗？不是，这个没那么小牌呀。就是这个牌插在里面的，对，然后告诉你是几号，你就看几号的包。哎呦，这个胶搞多了，那就不要来胶了。因为一个在粘上是吗？哎，姐姐，你这个怎么这么黑呀？对呀、啊，我晚上怎么还有一把刀？你把它放在这儿，我说，我是姐姐黑吧？他删一口气，伤心死了。我去到哪里都就会出现在别人的直播间。那是我用脚踩住。你脚踩住，不然胶。它粘的慢，要少一点。我要弄太多了，粘的慢。就用透明胶就好了。有透明胶。就要抽出来的。这都要抽出来。你不懂就不要。减肥了，减肥了。
穿啊，这个你穿，但是这根本没有粘吧？你没粘胶，你个傻子！还是忘没粘胶，在这扒拉你。啊，我粘了，我粘了，粘了。不行，这不够，太少了。你帮我再做，没事。哎，你把你好像在做三明治啊？不用管我。可以。要等它干了吗？这个是那个谁是卧底的牌，又开始骚了。你们能把垃圾洗手？没有，现在充满在旁边。为什么？哈哈哈！幼儿班看病。我一般就是谁举报我？是谁？有一点难忘，就是时间太长。这怎么搞的？我是自由，我是风，没有画了一张。哦，一张。一张。好。把这个对焦放这边。当然是这样。好了，我感觉都粘死了，小毛。其实我挺喜欢这个歌的。他真的是特别顺。好像是以前那种火柴盒。不要看弹幕就直接念。搞谁是卧底？我先乖乖跳舞啦，等一会儿再说啊。然后这样子，回家没了，然后怎么办呢？放两次。先抽一张，或者插入。嗯，可以。插入。然后开始举报。但是举报吧，我不是把所有笔都扎头上去。我扎就可以从我扎十个，怎么样？我加油，我自己加油啊！哎，但是是甜的，那甜你尝尝甜的，有必要？有必要？嗯没有，真的今天顺手拿了这个。现在是一二三四，早知道今天不扎了，都快。现在就会把它散下来，像吃水果一样，好吃啊！怎么像吃水果一样？青椒。那这个，它这个甜的让人哎呀，你哪有人长肚子？把这个卡插进去吗？嗯，我们要找那个，哎呀，这个。大家在玩儿。是的，是的，但是它那个好像是。你个幽灵人，没关系，这边出去不？哎。
是吧？现在就是什么意思？现在几号对准你的数字？对，现在我们先对准好一号，一号好，三十一号，先对准一号，就是你抽那个一号，然后背后对准。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我会了。好，然后呢？好，他为什么倒了？大家打公告啊！就只有十二呀，你忘了，只能看这个。现在我是一，往上推。天哪，我终于碰到比我还笨的了。我找到了一号，好，现在谁先？我看到了，是不是反面？反面，先不看，反面是你自己的字，对，自己的字，是你自己的字。反面是我的词，是吗？是你的词，看到了，你看的对了呀。那这里是一号，你就知道，不然你怎么倒啊？你是不是有点糊涂、啊？我知道。然后呢？然后现在我们先大家知道第一个字，一号。哎，比肩膀有点大的声音，我们小一号。关键吧，关键吧。一号，大家看到一号吗？看到了。然后每人开始形容就好了，从一号到十二号，一共有这么多的词。那从谁开始呢？先形容吗？从你吗？我。哦，因为你觉得太难了。你们可以把这个词给。可以改公告了。好了，我先说。公告啊，公告，同志们。那从那这样吧，这样。那从我到瑞杰到刘杰到小包到西西到老刘到。好好，可以。我先看你，不要在这里给我找事儿。我喜欢的。小虎哥现在到我了是吗？林哥很结实。很结实。到结很结实。我很爱，我最爱的吧，我最爱的。你这跟我不像。你说啥呀？没听到。他喜欢的。哦，你喜欢，那我换一个。有这个我才会点。有这个你才会什么？才会点。才会演。点。才会演。有这个我演啥呀？有这个你才会点。嗯。我一口喝不完，就是不能喝完，有点难受，我心脏不好。等一下，我再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淑女啊，我再想想是不是稍微难一点的那种水。那我坐下播吧。刘毅，我们已经讲完一轮了。讲到谁了？已经到老刘了。等一下，小包讲吧。西西说什么来着？我说我一口喝不完，会很那个，很难受。我不喜欢，你不喜欢，嗯。小包，你说吧，说你的词就好了。黄色。啊，不，有各种颜色。富含维生素。头发。三。刘杰。我感觉所有人美死我，我要求手头保护。我这样等于三二一，我们说三二一。三二一，别说自己投谁。好。三二一。好了，我走了，游戏继续。啊！听懂是吗？每次都投我。继续吗？谁投了姐姐？举手一下。谁投了姐姐？我。瑞杰、叉子和托纳。哦，你投了西西啊？那我两票。我两票 say goodbye 了。啊，就我投。不是，就要水，要后面才能那什么。你是吗？嗯，我不是啊。游戏继续，游戏继续，我不是，我知道，你听到你们形容我就知道我不是。游戏继续，对啊，听到你们的我就知道我不是了。所以大家公告一下吧，还是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他们永远第一轮不知道特水就会投我。清爽，很清爽。很清爽。我一般不喜欢啊，不，想一下，它很甜，我很甜。嗯，也可以不甜。嗯，你到底甜不甜？我喜欢喝不加糖的。下一个谁？我玩的是谁 ？Kona 吗？去说，我最后一个。小包吧，小包吧，去吧，小包吧。等一下，他说什么？我说很清爽。哦，他说我说他说他喜欢喝不甜的。你来记吗？我喜欢。我已经习惯了。夏天的时候加冰。哎，我想知道我们有几个卧底。一个问题，应该是一个吧，我看一下。好像有一个问题，有一个白板，我来看。哦，我知道了，我们现在七人游戏，七人游戏有六个平民，一个卧底，是不是太好？那就只有一个卧底。对，七人可以玩双卧底板子。不是，可以玩一个卧底，一个白板。我们可以玩七个白板。那下一局吧，下一局再说。老刘快，老刘继续。嗯，
我觉得我已经知道是谁。我觉得他Charming。他是不是下面？怎么说？嗯，对啊。坐下来吗？好吧。很多种类。小八，老吴，小石头了。一般都是应该需要把这个固体变成一个液体。小八，我看到这个，我想的是一个有皮的东西，是有皮的。第一瞬间想的是黄色皮。三二一，瑞杰，瑞杰，瑞杰说什么？他说他喜欢不加糖的。那肯定不是我。那我咋知道瑞杰能继续啊？是瑞杰吗？不是。看粉丝，我觉得是。你输的人可以帮忙看一眼。对啊，你输的人看一下。我没有输，我输了，我来看。那你是看我输了？我来看一眼，我来看一眼，我看一眼就知道了。对，游戏继续。你们有没有就是那种我没有问过多余的规则？比如说三轮或者四轮以内捅出去这个人的话，抓到卧底的话，卧底可以猜词之类的。抓到卧底，卧底可以猜。那两局吧，就两局。现在我们。我觉得得三局，得三局，得三局，对，得三局，好，两局太少了，再来吧，继续。这是第二轮，对，这第二轮了，现在第三轮。啊，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按照我们的描述来，两局足够了。来吧，来吧，继续吧，因为只有一个卧底，卧底和一个白板。哦，有时候喝这种饮品，它会有一些沉淀。他会跟你说，喝前摇一摇。你也没摇摇，扭一扭。好，小五哥，到你了。嗯，哎，我奶茶就是喝奶茶的时候一般不点。嗯，好，西西。我喜欢最小瓶的，就是最小瓶的。嗯，老刘，我觉得现在市面上的都有点过甜了。我喜欢，可是不能说太浓。说的太那个，不要那么浓稠。嗯，扣呢？加了新的。啊，我为了这个东西还可以买个鸡翅。嗯，买了什么？买了个鸡翅。买个鸡翅，机器，我刚刚以为买个机器，好好好，投票了啊！姐姐说，小豹没说，说完了，说完了，姐姐已经淘汰了，你还姐姐说我三二一，投票，西西，游戏继续吗？我看一眼，西西给我坏脑子，哎呀，结束，游戏结束了，对吧？西西好笼统啊，西西结束，西西结束了，西西你猜一下我们的词是什么？他是我的，嗯，我猜不到。你是奶茶吗？猜一下嘛。你们是？你想一下各种颜色，嗯，差不多。其实各种颜色，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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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你什么？你是果汁？是果汁。它是汽水。对，你说卧底，我也是汽水。就两个卧底。啊，那我们还没赢呢。那我们还没赢，应该继续啊。他说，啊，其实但是已经剩啊，已经剩的有两个卧底，但是一个卧底都没投出去啊。把西西投出去了啊！哦，对对对对，啊，那有可能他刚刚说是一个白板和一个卧底吗？不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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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上继续把下一个卧底投出去。因为我们没有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他就知道到底是什么了。因为我们没有上帝，那就让粉丝当上帝嘛。对，对吧？那好，那就继续，那就现在是第二轮。我感觉我们抽的卡是不是有的是一个卧底，有的是两个卧底？到底是收卧底还是三？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卡它是随机的。如果不是不是，就是五个七人游戏只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六个平民一个卧底，一种是你看五个平民一个卧底，因为它每一张卡都不一样。但我们现在没有人是白板，所以要么是六个平民一个卧底，要么就是五个平民两个卧底。那就让粉丝当上帝吧。如果是两个卧底的话，就第一个卧底投出去继续玩；如果是一个卧底的话，就投出去。不要让粉丝当上帝，就让第一个投出去那个人当上帝。不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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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个，如果牌是平均的话，应该就是规确定的七个人当中一定有两个。确定不了，是而且这太随机了，你不确定。那就是每一轮有几个卧底，你懂吗？这个卡是随机的。那这样呢？我们各自改公告，然后粉丝告诉我们有几个。我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这个意思。七个直播间看完之后再。对，是的，是的，就是有几个卧底，这个是
不用说的，就是我现在告诉你，我们现在只有两种情况，要么一个卧底，要么两个卧底，就结束和没结束嘛，只要是结束和没结束就好。好，对，现在看第二个牌，我第二个已经写好了，第二个。等一下啊，二，不要说太明显啊。嗯，卧底要猜中的话就可以逃是吗？像就是第一个，卧底他猜到了，他能说出来是什么词，就他自爆。但如果他输，那如果有两个卧底呢？有一个猜中了，另一个要惩罚吗？对，那我想知道，如果有两个卧底，怎么知道就是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卧底呢？就是让粉丝看，就是他说。就卧底就赢了呗，至少卧底有一个卧底猜中就都赢，卧底那边因为只要有一个人投出去了，那个人他就可以当上帝了，对，他就可以去看了。好吧，点错了，点错了。好了，当场我的词再来吧，第二个上上一个，第二个就会从空大这边开始吧，每次都不一样。等会儿，先读一下。对，第一个投出去的当上帝就好了，就这么玩吧。我房间有。啊，他房间有，我房间有啊。嗯，按照倒序，然后就留着。有很多微生物。该我了。谢谢。有一股锈味，就是铁锈。现在也有。什么？现在有？哦，现在也有。姐姐。有很多，应该不能称为这个名字，但是。大家以为他是这个名字，我刚才好像喝了，对，我这很明显，我刚才茶妹我喝了，其实对身体好，可以投票了，再听一遍吧，等一下再听一遍，记不得了，困难这种房间有，房间有，其实有铁锈味，老小豹也是也有，他说现在有。现在有，就是他身边有。好，投票吗？好难做啊！小小刘说什么？我说就是有很多微生物。来吧，三，我是有很多不能叫这个名字，大家以为是这个名字，对。来吧，三二一，西西三票，对对对。啊，我指的是好好，你只要西西两票，像姐姐两票，就西西一票，你一票，西西一票，麦一票，你们仨得上 PK 台了，你弃权，我弃权了。好，那我先来，叉子送给我一桶，好，继续。有指甲，但是什么时候送的？有的是因为我在。我房间那个有饮水机，我就必须得买了。嗯，西西，我给出去寻觅用的也是。然后剩下的投票，走吧。二一，投。西西两票出去。姐姐说的什么来着？我说有很多人以为是这个名字，但其实不是这个名字，在喝的。那你跟你第一轮的词没区别呀？没，那第二轮说的是第一轮的，第二轮我说的是叉子送给过我一桶。那游戏继续是吧？那西西看一下我的词和你的词一不一样？我看吗？大哥，你说你先不看，先不看，先不看。他现在当上帝，谁输了谁给他看底牌。好，明天还要继续。弹幕告诉张西，那就是那个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就好了。好，继续。Kona，你看弹幕就好了。嗯，市面上常见的应该是红色瓶盖和绿色瓶盖都比较常见的。我就很明显了。老刘，然后现在当上帝，但我不知道怎么。他们长起来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小包。有一点甜。有一点甜，如果人多的话，我喜欢把标签撕下来。对啊，我已经被投出去了。他说我啥？然后现在。如果人多的话，有几个卧底啊？他说人多的话会把标签撕下来。我觉得这个喝多了呢会排毒，对皮肤好。这个东西啊，曾经它还有过歌曲呢。哎呀，该不能说，这是个劣迹艺人。知道吧？超过一首歌曲，曾经啊，他曾经有自己的主题曲。那肯投，来投吧，三二一，啊！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队。我几票啊？你没看过
人还在那个包装上呢。对啊，差个两秒，还有人吗？吓人了，太过分了。继续你看你们都不懂、啊、西西看一眼那个叉子看我给我直接扔给我看一眼看一眼叉子看弹幕有没有人提醒你什么的他说我太冤了就是你们都啥也不懂你们没看过心中的日月是因为你说的这个太局限了我说的就曾经有一哇心里也是太冤了继续是吧我不是卧底哦继续臭东西看你啥子我死了他死了可以看空了空了没有到你了、嗯、这我该行不行完了呀我到底看的是谁那有点臭卧子嗯臭老刘谁是臭卧子嗯口王什么色号36什么丑啊还是什么丑啊但是哎什么哎呀妈呀你们说太多了也不行，会中毒。嗯，小包。嗯，我能一次干一瓶儿。哎，我知道了，他是酒。确实。嗯、这还怎么说呢？无色无味，然后呢？无色儿没了。无色无味。哎呀，万一我的名字说了。生命之源10:53生命之源哈生命之源好、哦、生命之源投票吧好11:24请投票3 2 1投不出来请投票几个人4个人哦你刚说的啥我生命之源好西西来投票了谁投了吗有投吗来主持3 2 1请投没人投了瑞杰，游戏继续。这肯定不是我。和瑞杰都还继续。继续。现在还剩谁啊？剩你们四个。3 4要这么明显的吗？对呀，卧底是谁呀？对啊，卧底肯定猜出来。好，Kona，Kona。凭感觉投不。卧底猜吧。肯定猜出来。Kona。这样还有啥可能能用的？凭女人的第六感。就相比于其他的喝的东西来说，最为解渴。嗯，老刘。嗯，没他不行。小包。我觉得，哎，怎么说呢？给小猫喝我觉得不贵，给我喝我觉得贵。嗯，99。有太多种包装了，我喜欢便宜的，喜欢绿的，贵的喜欢。没人，那是紫色的吗？好了，没人接，没人接，紫色的吗？好，好，来投票，3 2 1，好难，投票出来。刘杰和刘淑贤两人上 PK 台，刘贤先，没有人，他投了小包，没有人接，小包和刘杰上 PK 台，你投我，他投，他投我的话，那这样我们几个都要上 PK 台，我们你们仨上 PK 台，扣掉最后决定投谁，来，先从刘贤开始吧，让我来决定，我去 PK 台，好，先 PK 台，刘贤先说吧。扣拿去审视一番。平时我不是特别喜欢，平时我都爱更爱别的东西。啊，好好说吧。我更爱喝饮料。你俩说的是一样的吗？啊，是吗？啊、哦，嗯。扣拿好严格。啊，那我就是，我家有街的。嗯。刘姐。一般这种东西我拧不开。需要别人帮你你都我是拧的没了来空娜自己选择吧给你随便选吧游戏继续啊他选了谁啊他选我想跟游戏继续你们仨再来、再输一个就卧底对最后一轮了你们最后一轮了再输一个卧底不猜吗卧底不猜等一下刚才说什么我没听到吧没事前面都已经空娜空娜来了继续吧哎没有想到是吗他们说已经很明显了就
很明显啊。我也觉得很明显。我觉得明显就是张瑞瑾。不是我。我去了一个，啥都是张瑞瑾。我去拿了绿植果粉。啊，我觉得很棒。这个哪有什么形容啊？这个还有什么形容啊？卧底，你猜一下，卧底，你放随便投吧。三轮过了，卧底赢了。三轮过了，卧底就赢了吗？要不然。三个里面还有一个应该再投一次吧，嗯，对吧？三个人里面再投一次。你们不是纯净水吗？不是，矿泉水。嗯，我以为我是卧底呢。你是啥？我是矿泉水啊。你是矿泉水是吗？对，但我感觉我是卧底。是纯净水吗？我自来水。哎，等会儿。自来水。啊，这个也差点。你自来水。老刘是卧底啊。但是还有纯净水。我是卧底。他是纯净水。啊？你是什么水？矿泉水。对啊。谁是纯净水？没有纯净水。只有一个，就是他这。这个牌它是不一定的，就是老刘是这个牌，对，老刘是自来水，这个牌可能我们是抽的，也不是，因为我已经是，我和他已经联系两把卧底，不不不，啊，你也是卧底，对，我和他已经联系两把卧底，那我们换一下牌，我知道了，他这个牌是这种标准，后面还没出，这个牌得全抽，我也觉得，不然应该不是这么玩的，因为要么他怎么有一到十二。就大家再洗牌，一人拿一个，不然把白板给抽开。我觉得有白板更好。哦，我懂了，因为要洗牌，每次我们没洗。对啊，来洗牌，没关系。他这样洗，直接放在这个里面，直接啊，可以可以。咱俩呀，其实我觉得有那个下一把有那个白板更好，白板抓瞎。可以啊，那我来跳个白板。有两个卧底吗？就是。那我跳个白，这样吧，我们先确定好，我跳一个白板到里面，然后把你的，这是你的对吧？把你的抽走。现在反正有一个白板，洗牌了，先确定了，也有我一个白板。这个怎么插不进去？我们这样子吧，如果说，还有你的叉子，给你了。啊，还有谁能赢我？等一下，如果我觉得自己猜到了，我可以提前猜死。是空的吗？可以啊，因为要等问题，要被投出来才能猜死。我发现我们好笨，我们玩游戏就玩的哎呀，我觉得行，可以。卧底随时可以，卧底随时可以猜死啊！如果猜对了就算赢了。好，这里有个人就一个卧底，等下再看卧底不白板。白板万一是第一个怎么办？就很抓瞎啊，抓瞎。那就我也感觉应该瞎说。Interesting。哎，为什么放弃谁是卧底吧？那放弃了玩啥？扣烂的是爱。出主意看一下，一说放弃很容易，要找一个别的游戏。我知道为什么。哎呀，现在有一个非常尴尬的。反正上次呢，穿里面的白痴啥也不知道。然后呢，就是也算是我的，算脚趾卧底。那我们要换词，全部都要换词，因为这个爱是白板。我很喜欢。那位后面是一二三。把怎么办？我很喜欢。好，再玩一局吧。好，把爱放进去。对，我们再来一下。好，再插进去是不是？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要玩白板，他要把这个也不是不行。我们那样子吧，你不用插，你把每个人发一个卡片，然后把黑色的给大家自己插进去好了。啊，这个打扰了。啊，不想看，可以可以，我以为是白板。不是，后面还有这个吗？我叫小刘帮看。对对，没有没有了。一人拿一个卡，就只有玩游戏了是吗？来，一人拿一个卡。好的，我觉得应该我会吧，应该会比较那个。啊，是的，你不是说，我刚刚以为你是自己拿黑卡不能翻过来，直接插进去。来，我们是不是哎？直接拿了，直接插进去啊！给我来一个，看到了，帮我拿一个嘛。就是不要看反面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先还给我一下，因为我要抽七个，其中有一个是白板。抽七个，其中一个是白板。放哪儿啊？二三，拿你这个拿回去，拿回去还给我。好，小五哥，这是你的啊。你看那个插入没？就那黑色的插入插进去。好，自己选。不要看背面啊，直接这么插进去了。好像有个东北的乱看，穿着大棉裤。然后插进去，然后从一开始吗？有一个人，从三开始吗？从几开始都行，什么弄的？这是我的吗？你的，对的。插进去写的小白板啊，小红。几号？那我们选个数字吧，能选五啊？怎么样？可以啊，可以。五。嗯。从我先开始吗？嗯。等一下，我打一下。嗯，是我开始啊，我先说了啊。嗯你不打一下？哦，打一下，打一下通告。那我们玩完这一局，把节目表演了吧？好，好。是一种脑力运动。
到我是吧？嗯。我姑姑很爱玩。我看一下。嗯。对，我一般就是我姑姑、我爸家里老年人还蛮爱玩的。下一个。姐姐吗？是我不太擅长的。嗯、要两个。要一样。那下一个。阿刘。谢谢。我喜欢。妈呀，这太笼统了。真的，我喜欢。好，这是真的。我觉得这。对，我们直接跳过了，我们选了一个五。我说了。你说脑力。脑力不就是智力？我说视力。他说视力游戏。我手机里就有，而且这个能打好多好多好多个好多关，几百关都有。好，投人，三二一。你投的谁啊？我吗？我投的张希，因为他太笼统了。你投的科纳。我投的科纳。我说的笼统也要投我。你投谁？好了，我知道了。老伴儿。那我还可以改。啊，不想不上。现在几个级了？你们上 PK 台了。我上 PK 台了。谁？我想一想。他会消除。他会消除你呢？哦，上 PK 台。然后 PK 台会消除。嗯，我小时候在电脑上经常玩，长大了就很少。哎，我等一下，如果卧底猜出来了怎么办？卧底猜出来，他可以说，就是说猜词了，然后就我猜词。嗯，我觉得我是卧底。你说，你们是连连看。你呢？我是对对碰。那这还咋玩？是不是你也是？无法继续。啥意思？这咋玩？我赢了对吧？没有。什么意思啊？因为有两个问题。不是，还有一个是白板，一个白板，一个卧底。白板，你是？对，他猜对了。他猜对了。是卧底啊？他是猜对了，猜对了。呀！我就这样子赢了。好聪明啊！好聪明。我们每次玩啥，我也没有每场吧。太明显了。又上。太明显了。对。我刚以为你是那个潇潇。我以为是潇潇乐呢，我已经在。而且我当时在想，这个对对碰是不是一种牌？我一开始以为是俄罗斯方块。后面感觉是消失了，那我不知道最后是啥。来吧，把卡交上去。聪明吧？把卡交上去。佩服不佩服啊？啊，因为我就是白板了。姐姐智力，如果你自己猜出来，直接就是。对，而且我能猜出来。直接换这个就行。你把睫毛表演了。为什么要换这个？肯定换这个。我是白板，我再换了，我还是。不是，你忘了？就这个也长得一样，大家。那我的换给谁？谁就是白板？是啊，本来就是要有白板。等，就重新洗牌，重新抽啊！我知道呀，我的意思就是换黑卡就好了。不用抽出来，不用抽出来是吧？那随便换。不然你抽出来，你还得再塞进去。那我先塞进去吧。现在是要干啥？那我塞进去吧。这就是你的。我说你帮我塞进去。塞进去了。那就再玩一局，还洗一下吧。那就暂时表演吧。好呀。好，最后一个压轴表演。不是压轴表演，是我刚刚。这个哦，是遗漏了是吧？不是遗漏了，是已经结束了。因为当时没有把预判，没有把这个写上去，手机还有哪有啊？没有，只有这个。你去都没看我最近有。他嘴上。啊，帮我手机拿出来。这个红色的吗？没有手机，我刷黑色。结束了吗？还是还有？结束了，结束了，这么不玩了，不玩了，你们还要玩吗？那想玩，再来一轮吧，最后一轮怎么样？等一会儿吧，他要先把这个结果。哦，先把舞跳了再玩吧。跳舞，我先上手，我也好，我先好，拜拜。什么节目？哦，压轴节目，就压轴节目，不记得了，其实也不太很值得。我要跟你们玩个什么？就在这边挡我，不挡你，你赶紧挡我。你挡到我，不撤不撤，还有一个，还有一首歌。我说你们再走一走。妈，你们把钱给忘了。后来我也撤了。我也是有点累了。哎呦，我回去吃点东西了，我好饿。哎呀，吃什么呢？牛暖了，我刚感觉好不容易消耗的热量，然后吃了又长回来了。大粉头，是那样，因为那样。那今天要吃别的？大粉。嗯，好家伙，我这个别针，这个辣椒狗屁啊。要录吗？你说抖音怎么样？不是。来，录呗，发个我不像这个，我飞走了，好像是，对不对？好，是不可能，我们没有道具。哎，我们的抖音什么时候？
抖音一会儿吧。我们抖音要录了，交上去了。你们搞完你们的事情，你们也要录。方才在录。好。好。要不然我们记那个东西，万一再错，再搞来搞去，搞半天。嗯，再记下来。看不见字典了吗？好，我要调成竖屏了。也有螺蛳粉，为什么要报？实在是太饿了，我也是熬的。收收。这些东西一会儿要收。收下工厂是那样子，也不可能每个工厂都是那样。好。哎，我手机呢？我们撤吗？我撤喽。我撤了，有人跟我一起撤吗？突然发现没有磨皮了耶，为什么？哦，不行，我要拍抖音，我不能跑。没有，名字说我看我拍。哦，好，那我爬了。好，那我也跑。十一点了。嗯，十一点了。等等我。肉眼可见的累了。突然想留在这儿看一会儿了。走吗？我们是走还是在这儿？走吧，拜拜。远处的河。脱一下鞋子。王炸，都开始王炸了吗？等一下，脱一下鞋子，鞋放了这里。Sorry。嗯，你先进吧。如果你能拥抱着我，翠寻，过来来，爸爸，翠寻。一股屎味儿，看一眼屁股，怎么一股屎味儿呢？哇，今天可是播的。嗯，我发现了，是他那个药有一股屎味儿。真的？嗯。别动啊！我脱个鞋。别跑！不许跑！远处的花花呢？啊，脱不掉了。好，等过完再出。这个鞋脱起来，我发现高帮的鞋子脱起来好麻烦。哎，专业脱鞋。对，他超听话的，他真的很听话。翻那个厕所翻的时候，我好像手太用力了，我现在手有点，就是有点别住，就是这个地方有点。如果你拥抱着我，嗯，我准备等会儿稍微那个什么活动一下，用热水冲一冲，稍微有点。因为我就是骨头会比较软，没有什么像这样支撑，先侧骨没有缓冲，可能就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伤。怎么有股屎味呢？真的有股屎味。好的好的，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吃个葡萄先。虽然我的手一点脏脏的，痛啊痛啊痛啊痛！那也跑不了，那也跑不了。可以先换个头绳吗？不，我已经要用那个头绳扎一头了。你脸色挺好看的。
等我的头发可以这颜色就是黑蓝色，真的就是黑蓝色，完全的黑蓝色。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长成长发，得要两年吧。如果你呢，不能追我。粉红色，哦，不能染染成出去寻这个发色就好了。跑不跑不跑不跑，灰色呀，你喜欢、嗯、灰色。我头发已经长得很快了，就是之前好像在这儿吧，现在到这儿了，我现在可以剪到这儿了。就是等最短的地方长到完了，最长的地方这么长就应该就快了。这样是看屁股是不是有点羞涩啊？蓝黑色，啊、你别跑嘛！它就变成绿色。而且蓝黑色染了之后还要再等两年，就一点都不给面，放你自由盖过去。我想其实是想染浅色的，想试试浅色。好了，我来展示我这个，要是把这个长头发的镜长伸干、嗯，展示我这个，这不是毛，这是那个，我要扎，我来扎头发了啊！我来扎，我数一下，一二三，是的，四五六七八九，十个吧，扎十个怎么样？黑色就不能漂头发了，起码漂四五次才能漂，就是漂浅，尝试一下啊，浅色的颜色。嘘，不许给我去。所以没办法，那什么啊。来了啊！除非奥特之母，我不像，我不像、啊。我用来扎方片怎么样？我之前很早很早之前染过蓝色，就是刘杰现在这个蓝，它就掉成那种浅浅的绿色。不会有人截图去发给他吧？千万别，兄弟们给我留点面子。就感觉只能坚持一下下。不然我头发就会坏的很快。对，我当时就是这么蓝，但是被大家吐槽。感受一下这种头上扎十个辫子的感觉。染蓝色，我是怎么会？绝对会。就那个时候疫情刚开始，刚开始的时候。面子不值钱，确实。染了蓝色，感觉扎不了十个。虽然头上头发很多，结果后面大家也都在染这个颜色。我就这样唱歌了，怎么样？怎么扎？确实，怎么扎出了一种脏辫的感觉。扎不了十个。我觉得我最适合的也是黑色，就是半边脏辫。有面子，有面子，有妹子。什么？有面？是我刚看错弹幕了吗？什么叫有面子，有妹子？是搜搜送给你的对发神吗？对，完了，没想到第一个笑的是西西。妈妈扎紧一点。我真的像那种幼儿园小孩要去演出了。因为我看烦了我自己的短发。如果你能，好花哨啊。哦，手上再戴两个，你们不懂，我就好哦，都给你们看。我什么样上去跳舞了？这是在干嘛？你咋的了？没怎么，没怎么，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惩罚。蛮不错，蛮不错的。你真有那个双马尾，很有那味儿的感觉，很有那味儿啊。张雨欣下播了吗？竟然？可能太累了吧，我刚才舞跳了一半了，哇，那个什么天山童姥啊，我在旁边瘫着了。梅超风，我不像梅超风。对对对，低血糖了，就是人非常发慌。来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嗯，完了，没看到那个刚飘过去的是什么？人数不重要，十一点十七了，对呀、啊，加没了比较重要，就加没了比较重要啊。最后一个了，小包送的袜子，我种的袜子忘记拿了，真的吗？嗯。
原来这一个每一个就是扎紧了是这样式的。嗯，我觉得让小宝帮我拿一下先。你这个没扎好。嗯，就这样吧。好的，我下播了，我就要开始吃东西了。最后一个，但是我不会吃很多。是不是很好看？因为晚上太晚了。是不是很好看？好的呢。低电量模式了。想唱歌，想把我的清唱，算了吧，我们明天唱歌吧，怎么样？嗯，我感觉今天来不及了。现在我刚吃了三颗葡萄，就不怎么饿了。对，过会儿去充个电吧，怎么样？哦，还是挺好看的。看看 ，Kona 昨天给的那个香肠，我一看就知道它不简单，因为它是取了唱吗？它是四川的香肠，我感觉还行。确实我都用了，回头怎么给他留一个，确实又问到我啊。这应该是自己家里面做的。还有想唱歌，那西西耳机，耳机还我一下。嗯，那个好了，噔噔噔噔，兄弟们继续找一下支架，算了不唱了吧。宝子们，我们明天再唱歌吧。就是、以前我家自己家也会，自己做，好，就是、自己那我就下播了，11:20。快乐的日子总是很短暂的。我们明天再见，拜拜。不是，我好像傻姑。真的很好吃，不是因为我。拜拜。好了，我要、我也要去吃饭了。